不做，没钱用。嗯、对，这样发了之后，他附近的有一些客人，他看到你修的比较好的话，他会拿一部，他也是吸引别人。你抽烟不？抽。不抽烟了？抽烟嘞，我喊的那个，他烧抽烟的是。有没有喝？有哎，有有有。我烧不抽烟。反正一般都是控制抽啊。有人问你抽多吧，是吧？多抽一点。嗯。我老爸现在就是那一次疫情，就直接戒掉了。他现在都不抽了。他不抽的。嗯，不抽了。哎呀，不亏啊。他闻到那个烟味啊，都不行。对，有的人，他也抽了好多年嘞。他是从那真的从十多岁，四五十岁抽到现在，你想想。我也十多岁了，就是，那是几分的嘛的。现在，像现在一般像你们戒的话都很难戒了哦。有好难戒的。嗯。其实，但是烟这个东西呢，你要说它有害，有的人他还不是，他抽了一辈子，活到八九十岁一样的，是不是？也没什么问题，其实。我感觉这个东西还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哦。对对对，是的。一般的不抽烟，但是有时候也喝。以前我一个人就，本身也个胖，最大的一点就是发胖，是不？嗯。你直接改烟的吧，就发胖。哦，烟一戒，你绝对还发胖。发胖啊！哦。最厉害的一点，我厉害。因为他过程老了，他就改变了，对吧？对对对，体质可能就是有的时候烟的话，就相当于古时候，那时候人的吸那个大麻之类的啊，他能控制别人的。控制一定了，是不是？哦，难怪有好多那些明星，他就是抽吸毒啊，控制他的那个身形。你这些指甲修，每次修，你今年修的勤，你真的，你这个小拇指都有好多好了嘞，这个严重一点，你看这个都慢慢在好了嘞，你的特别是那个大拇指明显，说实话，那个大拇指之前修了好几年，疫情过后，你才慢慢修的勤，嗯，你这个完全就好了，这个你看慢慢已经好了。卫生家这个东西怕修。他就是要修，对的对的，修的就要修的。修修的越你那个东西把它。它本身就是真菌嘛，那回事的。加上你泡这个药的，它是杀菌的。你修的勤，它就慢慢就好了。这东西就是越修的好越，它越好。所以有的客人他，觉得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修出血啊什么的不好，其实。他错了。